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我对阿爹听着讲，姚慧英妈妈伫咧反对啥？啊？哦，我妈就反对我甲大峰做伙啊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阁介有淡薄仔无欢喜啊。哦，那也安尼啦，啊，是讲啊，台湾是对点安尼，做到你妈妈无愿意咧，嗯。啊，我阿姨哦，伊对我有淡薄仔误会。是啦，啊，不过迄拢无重要。非得我有决心，我一定要甲大峰做伙啊。所以阿伯，我嘛请你莫受着我妈影响。是阿爸，拄则我约会哦，我嘛伫参详啊。爸，你若退休了，我会好好划这间公司，我会让你创立这个事业嘛，愈来愈兴哦。好啊好啊，我你做好个啊。妈，趁着姚慧遐尼聪明，会当甲你斗花事业，这我放心啦。多谢阿伯阿老，到时阵哦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帮助大峰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迄个姚慧啊，大峰阿才拜托你呢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阁有代志，无我先来走。哇哦，你无用，好，你先等，好，拜拜，我再敲电话给你啊。嗯。老啊，啊你今嘛要娶姚慧啊？那姚慧老母安尼一直对你有意见的，是不是安尼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安尼大家解释好清楚啊？我嘛无想要安尼，我无法度嘞。无，啊你唔是讲因老母对你有淡薄啊误会，尔讲好清楚安尼，敢有遐困难的哦？好，我找一个时间啊，我再去解释。好啦好啦，我这个代志吼，卖个拖啊啦吼，有啥事，我甲你做下来就好啦。啊，不是爸，今嘛就要去哦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亚娜，你有问题啊？爸，我公司有淡薄代志要处理啊，我惊袂开家。啥物事惊袂开家？有啥物代志比你娶某较重要？啊，先来解释好清楚，啊，再转来公司来办代志就好啊，啊？阿娜，啊，你若唔敢去，就是代表你心虚哦，啊？好吧，啊，无咱即马来啊。好啦好啦，拢是家己人，免遐尼客气啦。哇，啊大芳啊，有甲我讲哦，讲你伫反对姚慧甲伊做伙哦，啊甚至为着这件代志啊，恰恰甲姚慧嘛发生冲突。啊，我唔知专工带伊来吼啊，我大概有啥物误会啊，当面讲个清楚啊。啊，若真讲我大方啊有唔对，我就叫伊甲你赔罪就好啊，吼。金东署长，哎，来来找坐，我是足欢迎的啦。啊，若是讲大方要来甲我赔罪，打袂起啦。莫安尼讲啦，莫安尼讲啦，好呀，迄落吧。啊，大方啊吼。自细汉你拢看伊伫咧大汉啦，你嘛是照顾有对个咪吼？啊，若正经讲伊做倒下呾做唔对，啊该骂你就甲骂，啊莫安尼甲伊激起啦，嗯。照你讲你来吼，我应该予你一个面子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同款迄个意思，伊甲有悔的婚书吼，我无可能同意啦。我知影讲啊，你无欢喜，恰恰做下大方啊，甲后壁两大安尼伫咧交配。啊，若讲这点吼，那我会当甲你挂保证。啊，我也有甲大方啊警告过啊，而且恰恰一边我嘛甲伊呛啊足硬啊，以后绝对袂发生这落代志啊啦。当咱认识已经十几年啊啦，我个性你也毋是无了解啊。我哪有可能为着小可代志来反对这个婚事嘞？啊。
阿婆，到底是什么代志呢？让你遐尼生气？阿弟妈，你讲来听看卖咧。林大风啊！哎，阿诺，阿你著敢做啊？你跟我讲。不，恁安尼讲啊，安尼吞吞吐吐，我就听无啊。阿无，无大风啊，你讲到底什么代志啊？我阿姨伊误会我甲吴一鸣勾结啊，含海关情。啊，哇！啊，那七点吼，啊，你都爱相信大风啊咧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甲伊无牵连滴啊，这一切拢是恰恰悟出来。嘿，啊，江一官本人嘛是甲我安尼讲了。伊本人？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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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啊，都在顶帮伊在走路的时阵，伊走来找我，伊在甲我讲是啥物吴英明，甲迄个恰恰有交接，啊，叫我着爱注意大风啊吼，莫互拖累着，唔通互恰恰拖歹去啦。有听无？你有听无？人家自信难保啊，什么代志好替你咧想？啊，你家放良心看卖，你安尼怎敢着？金头事长啊，代志我知影是安尼啦。恰恰甲大方交接这吴英明，要来抢杜世雄的地盘，啊，要趁一官要甲这个杜世雄见面的时阵，要来抢杀这杜世雄，死搞这种这多，给这个一官来担。我无啊，我真正无诶。你搁讲无？啊，一官为了要保护你啊，今日又牵拖落，所有代志拢伊家己担落来。这毋是事实啊！一官因发生这代志，甲我真正无关系啊。甲你无关系，谁人伊爱走路？你若讲甲你无关系，无安尼啦！你即马让我来警察局，将所有代志都讲予警察知影，予警察去调查真相。阿雄，你关起一个清白，安尼好唔？我安怎？无话通我讲啊？你敢不知影一关是安怎去找杜世雄谈判的？伊想要将伊地盘拢让予杜世雄，就是希望杜世雄莫阁甲恁两个作对啊，予你甲友姐好好拍拼恁的事业。你这么用心，啊！你对你这么好，你无安尼报答伊，搁忘恩背义，就叫警察去抓伊。像你这款人，我哪有可能把查某囝交乎你嘞？你安尼报警去抓江一官的代志，你是安怎无甲我讲啊？啊！我嘛是为伊好啊，啊！即马乌白两道拢嘛在绕伊，我是惊一官就强袂巧啊。为伊好，为伊好，你家己好笑，望你的良心讲话，你真正为伊好。我了解你的心情啦。啊，事实讲起来吼，啊，大风啊，本质也是袂歹滴个啦，吼。啊，伊是安尼啦，啊，做代志吼啊，较冲动啊，欠考虑啦。啊，袂甲讲迄落啥物陷害人啦，吼。啊，这我会当甲你保证啦。啊，来伫个讲。江一官介伊就好是安尼，介伊两年啊，即个大军即款的感情尔，啊，伊要对伊好，这是大家心甘情愿的嘛，对。啊，若伫咧讲大方啊，忘恩背义吼，啊，即句话安尼有讲得较重淡薄啊啦，吼，啊。一官对大方伊，好啊，就算讲一官家己心甘情愿要对大方好，无温情通讲，无亲情通算。啊！不过这代志嘛是对我这开银买，害我一下面子啊！你哪着做个遐尼啊专哈？大凤啊，你对伊关怎啊专？阁是对我专？无论如何，这个婚事我是无要答应啊！好啦，迄啰，我啊有啥物话吼，安尼大家好好啊讲啦吼。啊！因两个少年咧，足无简单，伊嘛感情大好好呢，啊，为着江一官的代志，啊，过来甲拆散，你都唔得啦咧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过好安尼淡薄仔时间哦，我一定甲大凤安尼好好管教，叫伊卖甲乌道的交往。啊，若是讲江一官的代志哦，我会抽一个时间去了解一下，互恁一个交代。啊，我是讲。希望你啊，你莫甲话大概遐尼死硬，哎，来反对因两个婚事啦，哈。无代志，我先来走，歹势啦，吼。哎，我来走。哎，张司令，歹势哦，
我想用甲大芳讲几句话者。啊好，话话话话嘛，大芳啊，大芳好好听人讲者，嗯。好，我来。大芳啊，金大水丢这么秀丽，伊若知讲你离伊的背后做遐尼啊侪歹势的个代志，一定感觉真艰苦，嘛真失望。喂，你即马讲这是伫威胁我？你要叫我去替迄人脱罪啊？你唔通袂记得哦，迄个人是你的亲生老爸呢，你就有这责任洗清你的冤枉。我自头到尾，我拢无叫伊去找杜世雄的，而且我也无设计伊去用陷害啊。现在即马出代志，我去担这责任啊。代志是你惹出来，你无应该叫你的亲生老爸去担这责任嘛？伊生我，不过伊无用我，这是伊亏欠我，伊替我担这罪是安怎？而且伊嘛家己嘛有讲啊。伊阁要替我担这个罪啊！我只是给伊一个机会，好好弥补我嘛。大芳，人若唔知友好，真正着扣架，互你需要做遐大嘛无路用。过去你安尼遐尼阿爸，我当作你是囡仔性。你若甲幼稚冤家，我拢叫伊爱让你呢。安尼看起来是我唔对咯。以后你若甲幼稚也是无欢喜哦，我看幼稚也无需要阁让你啦。阿哥有。我无希望我的查某囝嫁你，啊！伊若真正要嫁你，我也着当作我无生这查某囝。好，安尼上好。有会有讲过，伊讲伊一定嫁给我。等伊嫁给我了，咱大家就切断关系，拢莫过来哦。什么代志啊？啊，你面色哪这歹看？坐啦。不好意思，我什么代志？哥，我问你，来吧，到底是倒位做唔对啊？便宜的人事，啊，搁有行政拢是我咧管理的，伊跟我到处有啥物唔对啊？原来是伊搁走去甲你斗。你莫讲伊来找我斗，我真正有去查过。确实有一个暗藏名声的人来带过便宜，是即摆互你刷走啊！你莫听孙讲我唔知呢，无我即摆随时会当叫人家抓起来，按当面对质啊！你无必要讲遐尔严重好无？我是娘有这样代志，要唔过我安尼做有我的苦衷。我会怪来发，是因为伊拢无来跟我参详，就走去报警，甲代志哦闹到差一点也无法度收煞。真正是做菜发掠惨的，家己自罚还罚，竟然我来发去报警。春春，你要顾你红婿会用的，也毋过伦理你嘛爱小顾一下。公的，我是义女的弟祖；叔的，我是你的大兄。来发变来做，嘛无甲我诋毁一声。伊到底有甲我这个弟祖囥伫眼内无？你即马想要用你的弟弟身份来爱我，搁来发誓无？春春，我即马是咧甲你讲道理。什么讲道理啊？你讲的是歪理。明明世界你做唔对代志，搁想要会拗？我甲你讲哦，这个代志我找爸讲，叫伊出来出示公道。详细情形是安尼，迄个。我就是听到哥在咧甲人讲话，讲到一个乌道的大罗马着枪伤，要安排伊来咱病院，所以我才认为应该报警啊。虽然我未经过哥的同意，不过我嘛是为着咱病院的安全在咧设想。搁再讲，病院拄着这款情形，嘛有义务爱向警察单位通报啊。迄天你无看到，一阵罗马来病院乱，我无报警敢会用钱？爸。我一切拢是为着病医好，不过即马，搁有煞反倒转在咧怪我，啊！你对我敢唔公平？来完啦，你先卖生气，等志龙回来，我代志问我清楚才讲啊。多谢爸。
爸，我等你。铁哥，阿姐，我有事要问你。 什么代志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有偷偷安排一个，让枪拍着相关罗马，带着咱便衣？国家甲是大阵的罗马，甲警察来便衣抓人。是啊，也毋过我安尼做，是为着要保护迄个人，袂去让人对战，袂去。我认为我安尼做无毋对。你是讲啥物痟话？志刚，你敢毋知影便衣有义务？ 若是接到枪伤，还是有啥物伤势可疑的人，都要马上向警察单位通报。你安尼做是犯法的，你知无？我知影啦。也毋过这是我朋友拜托我的，而且我嘛认为，若是去报警会有危险，所以我才做这款的处置啊。爸，你有听到吼？顾着啥物大主大义，毋管做啥物代志，拢是家己想家己对，拢无顾着咱爸爷的立场嘛。 志刚，你像话讲，一点仔都无毋对。你安尼做，伫咧行政上，毋若是重大的错误，若是代志逼空，毋若朋友麻烦，你嘛会互拖累，你知无？我想问你，到底啥物朋友拜托你安尼做？啊，你生活遮单纯，是安怎会去交着迄款俱乐部所的朋友啊？无啦。 什么无？一定是李有志对无？伊的女朋友叫做潘可心，迄个大罗马叫做杜世雄，就是潘可心的爸爸。啊，李有志是啥物人？啊，志强，那会介绍噻？爸，其实迄个李有志，就是我的小学同学。我甲纯纯的婚礼迄天，伊嘛有甲伊妈来参加，毋过个会介绍噻，毋是我介绍的。 因为迄个李有志善的时阵，就是一个歹囡仔，真爱甲人冤家相拍，我走来甲伊离家远远啊。来芳，你拄则讲你甲有志是小学同学，啊，如意甲有志嘛是小学同学，敢讲你甲如意较早就有熟识是毋？来芳，哪有可能甲叶如意早就有熟识？就算是小学同学，嘛是足侪人，就算面对面拄着。 嘛无相吧。是啊，叶如意，我根本就一点仔印象都无。哥，你会甲李有志熟识，是叶如意甲你牵你着无？因为有一天，我有看到伊甲李有志伫咧讲话。你讲讲这是要创啥？有志是如意介绍无毋对，也毋过我感觉有志中等运气，是一个值得交的朋友啊。 我讲这也无歹意啊，我干那是想要我爸了解其中的状况，嘛较会当知影万一若有事，我会变安怎处理啊。也毋过你嘛毋免听我话。代志我拢知影，这一切拢是因为迄个叶小姐。好佳哉，伊即摆人已经走啊，要若无，你若阁甲伊做伙，毋知影伊会阁牵你去做啥物代志啊。爸。 这代志根本就甲如意完全拢无关系嘛。那也无关系啊！人讲梁高梁、洪高峰，阮过高栋公啊，参照叶如意这款查某，高诶就是迄款三高九流的朋友。伊是走啊，啊若无想要做咱陈家的新妇，做看会大事，因哪有资格啊？无，你是为着要反对阿甲如意做伙，着甲做诶代志，拢煞对如意遐欠。哥，我过去事实，并无冤枉伊啊。干无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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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你听我阿麦哥安啦好，志刚，我即摆慎重交代你，以后莫阁因为啥物代志，也是有朋友要求你，你就惹一寡麻烦的代志转来病院好。好啦，我知影。爸，刚刚你安尼就要放狗煞啊？纯纯，无你阁想要安怎？啊，恁哥哥就知影唔对啊。 咱厝内就干那这几个人尔，大家较好好的，用你袂，莫搁安尼吵吵闹闹，我有你烦死，你知影无？
真正有够偏心。所以我较早讲的话，你即摆应该爱信啦吼。进前啊，我若做一点仔小事无顺爸的意，爸伊就甲我骂甲强要臭头。啊，过去即摆母子出不只大出，毋好家仔有我替伊补救。要毋过爸煞手悬悬啊，举起轻轻放落来，实在是有够无公平。 是啦，我知影你为着我受了足侪委屈。不要紧啦，不管为你受了偌济委屈，我拢感觉。不过，我实在替你感觉足唔甘的。佮安尼大主大，拢无考虑到你的立场，行政是你在管的，万一若真正发生甚物代志？ 这条罪不是爱让你来担，阁有啦，阁伊即摆卡袂着，着该地主的身份提出来阿兰，连爸伊嘛唔肯替咱主持公道。我看你着较见解咧，若无你着予阁即个地下议长阿甲死死死，一世人拢免想要翻身。伊敢？伊若唔敢，爸即摆着真明白你甲天啊！ 无可能啊！我无可能让俺娘白母，想要安怎就安怎。我即摆来找爸，甲代志讲清楚。家在，病院总算无出代志，一切拢平静落来。 爸，春春，是你啊，那也未休困啊？你即摆有啥物代志是？爸，我感觉你拄则处理来发个个代志，真正有够无公平。是安怎无公平？来发是我的红婿，伫正经厝内底，我无希望伊受到无公平的对待。 春春，啊，你认为爸爸应该安怎做才对？明明就是够做唔对代志，伊阁去骂来发，阿爸，你嘛无处罚过，甚至叫伊甲来发现些死的拢无。爸，可能就因为够是后生，来发是囝婿，就安尼大细心。春春，爸爸并无大细心，就算讲。 我无过着来发啦，我嘛爱顾虑着你啊。而且啊，我之前嘛讲过，晚过着准煞，莫讲伊伫坑个心肝内。人讲家和万事兴，伫这个厝内都干那恁两个兄妹仔尔，是安那一定爱安尼搭来搭去才会用哩。爸爸感觉会出来，即摆来发，甲恁哥哥愈来愈袂好。 春春啊，你伫中应该替恁两个悄悄者毋才对，是安尼连你嘛要乱来掺落去？爸，我是替来发来请你主持公道，你哪连我嘛掺落啊？春春，你是安那一点仔都袂当体会爸爸的苦心呢？伫爸爸心肝内，无论是来发还是恁哥哥，拢是爸爸两只手骨，当真好一支都袂用你。 爸，你看来发，自从甲我结婚了后，伊替咱厝做偌济代志，还够嘞？伊是做过啥？就连基金会嘛做袂好势，佮你是着艾米姐。即爿，若毋是靠来发，去有着大丰建设的赞助，所以咱的经费是要为倒位来。爸，你真正对国想过偏心嘛啦？ 他真正有够可怜的呢，有功无受，拍败就赔。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反倒转来，你就是会徛在狗迄边，真正有够无公平。啊，搁有啊，拄则搁发生什么态度？明明就是家己做唔对代志，搁对阮大声一声，真正我唔知影反省。我是需要反省啥？拄则若不是你偷过伊个代志，拢煞有如意，我嘛袂对你发脾气。哥。
迄个对你来讲，敢真正有遐尔重要？一个已经离开的人，敢有值得你为着伊，甲你的小妹，甲你的妹婿，我敢歹面相看？春春，你将心比心好无？你的未来吧，我当然卖为如意啊。叶如意是要怎搁来发比啊？来发是我的红婿嘞，来叶如意嘞，伊根本啥物拢不是。春春，你怎么讲？你两个兄妹啊，卖讲安尼搭来搭去安尼好。爸，这口气我吞袂落去啦。好啦好啦，这个代志我甲恁哥哥讲，你先休息。爸，我希望你会当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晚安。爸，你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你免讲，我嘛知影。我做唔对代志，该处罚就处罚。卡片纯纯过来，发现心内感觉无爽快，嘛感觉你不公平。我唔是要处罚你，我的本意啊，是想要甲你讲，我今日念你，是想要安大来我的情绪。希望你唔通囥个生活内，要唔过拄只纯纯来一个闹呢，我真正唔知要哪讲。爸，我嘛袂予你为难啊。以你的立场，本来就爱想法分明啊。既然我做唔到代志，你处罚我嘛是应该啊。就算讲你要叫我辞掉在座的职位，我嘛不会讲。好了，金妈，你先卖讲这啦。爸爸即马上该烦恼的，也是你终身大事。啊，这叶小姐都已经失踪这久啊，敢讲你到即马还阁这么坚持，要你等落去？爸，我讲过啊，我对如意的心意，一世人拢袂改变。那呢，你是要等到当时啊？你还知影呢？你即马已经三十几岁啊，万一那是一世人都无回来呢？我会等，我已经透过各种方式在找伊，我有信心，我一定会给伊找回来。志强，好啊，老爸，咱即摆卖讲这啦，搁讲落去哦，敢若会害你无欢喜。好了，咱先卖讲这，志强，你嘛卖过一心嘛，敢若想要找迄个叶小姐，我才拄才知影，这个叶小姐伊交往的人也这么复杂。若是讲有一天伊回来，你嘛会阁冷静考虑一下呢。爸，迄是纯纯甲来发，因超过伊要重伤如意。这咱以后再阁讲啊。我希望你即摆全心全意，把你的心思拢先放伫你的事业上，把你得做工课做好，后摆毋才会当顺利接我姨娘的位。爸，这志强。爸爸对你有真大的愿望，你千万不要把我失望，好不？好啦，我知影。妈叫你反对我跟大风作伙，刚刚我真正要因为安尼。就跟厝内面的人断绝关系。昊天，你倒是跟我讲，你是不是已经答应要嫁给金大风？什么人遐尼无聊，走去甲你讲这个代志啊？是小萱跟我接这个业务的时阵讲出来，而且伊跟我讲，你已经答应了。不过恁厝内面的人真反对，因为金大风有真大的问题，伊要设计陷害恁后姐。李小萱，真正足假薄的，我的代志敢有需要伊四界去宣传？所以这个代志是假的。
我讲过，花时间，我一定会当证明给你看。爹，我给你时间，请问是爱多久啊？三个月、三年，还是三十年？你看，听你自己就无好多回答啦，你是要叫我安怎等？之前我就跟你讲得真坦白，我这人真现实。你啊，我为着一个不知影什么时阵才应该实现的承诺，来委屈我自己，无可能。大风是无你遐尼啊成熟稳重，啊，不过至少伊无某，佮有一个万金加血回扣，佮你呢？我知影，我即马啥物拢袂当予你，连上基本的名分我嘛无法度予你。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。玉慧，跟我做伙来美国，咱来过下生活。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对我不是一点仔情分都无。答应我，跟我做伙出国。对你，确实阁有一份情，啊，不过迄拢无实际啊。就亲像你讲的，要我跟你做伙出国，重新开始。你讲，咱是要食啥，要用啥，要住伫倒？真歹势。我已经决定要跟大风做伙啊！大风真紧就要接管大风建设，而且伊嘛希望我应该会做伙经营啊。这拢是我要爱啊！而且唔免等偌久，看点咪就用在你手头啊！我唔相信你是喜欢他。我是，而且我嘛唔捌骗你，甚至连我今麦心内对你也是有感情啊，我嘛无在隐瞒。阿哥，我也是来做这个决定。金大风，唔是你会当挖苦重新的人，你选择伊，必然后悔。我一向是家底。就敢担顺伊的人，就亲像之前我甲你输甲一败涂地的时阵，我嘛无咧怪任何人。昊天，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你，我甘愿即马做出决定，互你怨叹。我嘛无愿意你对咱未用诶套尾诶感情抱着希望，来考虑诶将来。所以我即马跟阿英讲，我决定要嫁予金大富。我即马就来找金大富。把代志讲清楚。昊天，昊天，
看者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帮你拍这张官司啊。言归一切，也是要你肯接受配合，卖过去想要办伊遐歹人啊。我无需要什么律师，是掉。李冠杰啊，你敢知你要做一点仔都唔值？之前你有关你什么？大风来看你几撮？五期镜头拗未完呐、啊！啊，伊若有来，迄嘛是我甲我妈高请伊来，伊才勉强过来。我实在想无，谁知你要为伊做安尼大牺牲？我安尼做啊，自然有我的理由。我知影你的理由，就是要兴人人情嘛。这陈文杰拢甲我讲过啊，又阁无道理啊。就算你少年的时阵，阁有本吃吃。但不过这二三十年来，你各方面对伊的让步嘛，应该有够啊。该行的嘛拢行完啊，所以你根本就无欠什么。尤姐，你袂了解。我是袂了解，我真正袂了解伊关在你的想法。我更加无法度接受你处理这件代志的方式。尤其是放给大风，啊，可连带吴一鸣一定派人，你也放了会逍遥法外。尤姐，我讲话你唔听真。那咧从今以后，你就莫去另外，就莫去公司啊！你甲我当作爸爸这款话，我嘛无你这款后生。李管家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大风在你心肝内，敢真正安尼重要？你唔通袂记的，这摆是伊陷害你的，是伊报警叫人甲你掠走的咧。一切拢是我心甘情愿，一点仔拢无勉强。我会安尼做啊，啊，都是希望伊当拍进大学，会当会知影我对伊的苦心。安尼呢？那呢？我讲嘛心呢？你有考虑过无？关杰啊，你有想过阮母仔是安怎对待你的无？你想做这样偏心吗？我细汉，我就即马安尼来看你，来干嘛来甲你探个？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车班。即马我大汉啊，敢无你啊？我继续安尼来看你。万岁，官爷过二十年，阿姨管着你嘞。阿公妈，你敢咩过二十？如果你爱我来弄，我来替你收尸，还是要我妈来这看你看到死？你敢袂想过残忍吗？大风，无论你用什么款的报酬，我拢袂放弃约会。问题是约会已经当要嫁给我的，你搁看安那袂放弃，这嘛无任何作用。然后听我考考你一句话：查甫人会用失去感情，但搁绝对袂用失去风度。伊袂安那口舌话拢袂要紧，我绝对袂安尼就认输。第二，你还袂结婚之前，有会也是有选择我的机会。自从我给你十届机会嘛，同款。你有会绝对无可能选择你，因为我用回的一切，感情、身份、地位，甚至是金钱。这物件拢是你无法度甲坚持。幺弟，你爱看清楚现实，你知影你即马是一个输甲彻底的失败者。
话讲到真歹听，甚至是当大凤的面，搁表明一解，你才肯放弃。你我讲一百摆也是同款，我绝对袂放弃。大凤，手机你敢有在？手机我伫在身上，我传好好你等。那呢？你即马就替我挂起。才看会明。